你老公带走你所有的包包和老公跟别人跑掉了，那你带走我包吧，把我老公带走不行，我怎么买包啊？怎么买包啊？一年不能买包，一年不能跟老公见面，当然是不买包啦，没有人重要的家人吧？和李敏镐共进晚餐，还是易烊千玺？当然是李敏镐啦。对不起啊，因为我可能跟那个易烊千玺可能有代沟啊，但李敏镐我们语言不通啊，我看着他都可以了，开心死我了。李敏镐，李敏镐。和李敏镐共进晚餐，和别人带走你所有的包，选一个。那我不能牺牲我的包啊。